飞岩，走壁，哎呀，睡觉呢。哎呀，要回家呀，抗议了。要回家呀，给这边飞不了了是吧？飞岩不了，走壁不了了是吧？嗯，毛毛还挺健康，毛毛也该回家了。你挺好啊，你还给我摇尾巴呢，小兰儿。你这点亏吃的，你这家还那德系小，你这你，哎妈，你挺好的啊，没事了，恢复的不错啊，你还能不能长点个了？你就这大点了，你这大点，你回家他们得欺负你，你太小了，你还能不能再长点了？长得一条像大狼似的，谁救的你？不救你就是没命了，啊，狼，小狼，住院吧，再过两天好了领你回家，啊，你这长得挺好看的，你挺漂亮啊，你吃白虾了，谁要把你吃的这白虾了？挺俊俏啊。叫了，养着吧，需要静养。他这药效挺好的，治疗挺好的，马上就能出院了。再待几天出院了，啊，待着吧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治病，治病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不陪你了，我得走了。我难受，我没劲儿，浑身，我不能跟你搁这陪你了，啊，你待着吧。这他的纸。那个，哈士奇啊。啊，哈士奇、啊。他是没有细，他是细小，他咳嗽能拐来说细小呢。他之前又咳嗽。啊。来的时候就有点稍微有点咳嗽，嗯。然后先。试试用药吧，就开一点。今天、啊、今天就给他进食了。行，让他吃饭了。他细小好了呗？细小应该差不多，吃饭排便正常就可以了。啊。那个飞燕走壁，我是不是给那什么呀？回家得隔离呀、啊。隔离一下吧，尤其跟小狗，其实差的狗是一看。啊。啊，不要再穿衣服了吧？嗯、不用穿衣服，走吧。回家吧，哎呀啊，不叫了。啊，这个兄弟好吗？来了来了，毛毛，真毛毛呢，出院了，别玩了啊，想回家啊？别打别打，他们给你别打吧，不打不打，啊，走吧，仨还跟着走，下走吧，走，老大哥，出院了，飞檐走壁。来了，回家了，毛毛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一辈子。好，开车啊，飞檐走壁，都回来了，好。这迫不及待的想回家呀，这家给我踩的。走吧，到家了，老先生，大哥，大哥到家了，那个，走回家。去，好了，去。去，不会咬的，不会舔的，明咬，去，去去去，
够呛感冒。这毛毛回来开心了，那都胖胖的胖了，胖啥呀？找隔离地吗？那俩狗找隔离，隔离完了之后，得还得喂那个啥呢？微量元素呢？那医生说那狗吃粑粑吃自己的，有点太那啥了，给它喂点微量元素。对，嗯，这电动消毒的，电动的，充电的。对，啊，这消毒老好了。嗯。是这个啊，一摁电啊，是吧？那是一下电，你别管。嗯，完了整完了，电一闭。对，这老就会安吗？我就养两就安上。但是缺电得充电。对，咱拿这个都给狗舍消毒，天天修。嗯，一天一遍儿吧，早上。对，天天消毒。到时候告老，到时候告诉你怎么对你就知道了。一对你，他老舅不给你对，你自己对去。对，开关这是电的，开关，开关充电，这一个这个就基本上够了，咱们这个全是和环境消毒。你说这个是摁的最好是电，对啊，哎呦，可以。这个我在那嘎买药啊，都我打的那么那种啊，充电啊，搁上面，这隔离他俩得冠状。这隔离也得整个地方，别让他往出跑的地方。这下一场小雪啊，旭竹，公主。今天洗药浴了哈，没给他起名字呢。他身上啊，这皮肤病，去你别舔，毛都没有了，屁股的毛。看着啊，咱家给他治的，你看着啊，三个疗程吧，看着啊，给他治好他啊。老舅跟他洗药浴了，今天。你叫啥呀？你叫豆豆吧？没给你起名字，你叫豆豆吧？行不行？你不豆财吗？你叫豆豆吧啊。再过俩疗程啊，皮肤病就痊愈。叫豆豆。你看今儿洗好少。你干啥呀？那么看着我啊，小豆豆。感谢呢，得劲儿了哈、啊！洗完药浴、啊，洗完药浴得劲儿了。我这两天把你们几个兄弟姐妹呀、啊，都给你们解放出来啊，挨个都给你们放出来啊。你们这小体格小的攻击性小的都放出来一起生活吗？看这哥几个啊，别动！哎呀，别动！二四六，腰折了一个，还有六个了。他那个这六个，哎呀，还挺胖乎。张龙啊，他这体格的也小，他多胖乎，这个孩子。哎呦，这好使呢！上就完事儿了。哎呦，太好
那老爷天天给狗给喝水呢，没有了就给狗倒上了。啊、哦嗯，狗必须得水工上。你这时候人狗都是要可品的东西。对对对、嗯，都需要水。哎，来了。慢点，咱家别摔着，家太多了。没事，都已经浇了。啊，我说太多了，我怕你拎沉呐。天天吃，岁数大了，吃的也慢了。我给他找个罐子呢。你就在这活着吧，以后这罐子留着明天吃吧。看，老舅自己搁那，我找老舅两圈呢。老舅搁这给狗梳毛呢，别躲了。面前喝了酒精，我拿来呗。面前酒精，掏到耳朵呀？嗯。能行吗？不能咬你吗？嗯。他耳朵有点黑呀。嗯。哎呦，还挺听话的。嗯。看看老，看看这狗狗，这躲在这窝收拾了，太立正了。吃完饭了，是给屋烧的火，暖乎乎的，这躲到这个就享福了。炉火旁取暖吧，回忆青春。那、啊、想着多幸福，看、啊、躺着，这个行吗？这个好使吗？还有吧，这小胡多搁那看热闹呢。小胡多，嘿，啊，好，小胡多，去，你别搁那捣乱啊。你捣乱一会儿，朵朵咬你了。好，盖着肉。好，对，完了他一会儿他就甩了。那个耳朵没有啊？那边得怼，怼完之后放点药，他一甩就出来了。你要绞耳毛啊？那不有推子吗？推子管不管用吗？设备没有一个好使。嗯，这一瓶70多。啊，仨子呢。这老甩吗？就跟老组长似的、啊。